礼貌。这个不怎么好，我是糖果。今天我们要去春游啊，大家都好开心啊。让开，我先上，我先上。这个王小枪竟然不排队。快来，小枪应该排队上车，怎么你那么特殊啊？不犯错就不是王小枪了。每天上学放学，那些大人们都不排队呢。是啊，大大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大大，坐车排队当然应该，可是。人家要有你上车，我不急就上不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！坐的车那么拥挤，我可不想受罪。Taxi！人们都不爱排队上车，拥挤不但耽误时间，还很容易发生危险。在这点上，大人们反而没有孩子做得好。嘿嘿嘿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小枪不懂得坐车的礼貌。胡小丽，排队不许插队，走，跟我在后面排队。老师，请继续。继续丢丢丢丢丢丢！王小枪抢座不害羞，哼！我没有，我是无辜的。怕不排队还狡辩，哼！懒得跟你解释。哎，错、哦，怕我怕。我们家小枪是冤枉的，看来小枪的奶奶要给他。哗啦啦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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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哗啦啦啦。奶奶，您坐，好孩子。小枪奶奶不是在袒护小枪吗？我也想起来了，有一次。请哪位给小同学让个座？醒醒醒醒啊，请坐吧。谢谢。所以小枪是懂礼貌的。同意同意同意。这就奇怪了，那小枪抢座的反常举动是怎么回事呢？糖果将继续为您追踪报道。咯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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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毛肉肉，快过来坐这里啊。不太好。来吧来吧。别客气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小枪，这么讨好毛茸茸是为了下次的考试吧？因为毛茸茸爱晕车，每次晕车都可难受了，所以我就想帮他占一个靠窗的位置。小枪，谢谢你。王小枪，我们错怪你了。小枪，吹倒打烊。嘿嘿嘿嘿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表扬表扬表扬。小枪，你是个热心的孩子，可老师还是要批评你。为什么呀？这种情况应该及时告诉老师，老师会给特殊情况的同学做特殊的安排。小枪的本意是好的，可是他不排队上车和抢座位也是不好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嘿嘿嘿嘿，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出发了。排队上车不拥挤，礼让座位人人夸。耶、yeah! 啪啦啪啦